巨石强森好忙，终极杀阵五，也来玩命光头。动作巨星巨石强森堪称近年电影票房保证，不管是拯救地球或是赛车与巨兽的奇幻冒险都有他的参与。新片《灭霸作战》又由他继续解救苍生，是本周看爽片的头号选择。《灭霸作战》Rampage， 演员巨石强森、纳欧米·哈瑞斯。大猩猩因实验血清出错导致体型变得超级巨大，将城市破坏殆尽，其余地方也发现类似巨兽。长久以来照料大猩猩的动物学家与基因工程师携手合作，要找出解药终止这场灭性的大灾难。